表演的最优秀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表演节目就是我们安叶国小，哇，刚刚真的相当优秀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啊，有请我们的小朋友，掌声欢迎我们安叶国小的演出。成立这一个锣鼓队大概有10年啊的这个历史，相当的优秀。我们再次动用我们温暖的小手，来热情的掌声，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。让你能够更精彩的来，小朋友非常的用心，我想从他们的脸庞当中，我们非常有礼貌，是锣鼓，我们还没有看到狮子队。
来自非常可爱的红色跟紫色的狮子，等一下要来献润，献给我们现场的贵宾，也献给我们的感性王彪。